你在开枪呗？他们车在这。他们应该是不会开啊。你等一下就要出来了吧？那我这样趴着。有车子，有车，往左开了，没往这，往这样开了，标线的，他往标线那样开了。他妈的，垃圾！走吧。诶，我的单车嘞？这里啊。那我来个山中小夜夜。嘿，哎，然后骑脚踏车、嗯，只有一台吗？不还有一台吗？还有一台在哪里啊？不知道。这个摩擦，那个小公车站牌的摩擦。丹岭夜夜，哦，峰哥要偏左一点，你要偏左。我正中间，好不好？屁！那是不可能的代志。平平的。哦，弹胎，弹胎。哎、欸，你们前面的山好像有人。去哪？重点是要去哪？看一下。前面有下烟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我看到了，有一只在这里。黄色，黄标，黄标，他往前跑了。嗯，又回来了。哦，我打一二三。哈哈车来了，车来了，跑车，跑车，他来撞我们，他撞我们，他撞我们。他又跑了，操死了！但跑车的轮胎真的很难打，小心大神就会打我们了、啊。我们要往前哦，我们把车往开过来这边，把车开过来这边好不好？有人跳伞哦，我知道，我看到了，那个不管他，不是那个橘标那边有人跳伞下去，他往大神跳进去啊，对啊，那个不管他。蓝标也有人哦，蓝标后面那边，这里，小林，这里，他对这里，呜，我想撞四标哎、欸，怕我们被右边抽。这里在抽，想去买麦当劳，买啊！这边我觉得不太好哎、欸，要撞点。这里目前还可以啦，后面不要有人就好了。后面刚刚这边有人跳伞、啊，我去这边往这边看呢、啊，我先标点那附近、啊、有个人跳下去。城镇里面啊，对啊，这里啊，我去看一下右后方就好了。我操，人家都好准、啊，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。好、欸，城里轮，就跟你们说要注意城里啊。往下，你不要在那个上面。我救，不要动。没看到那个小云，在那个仓库，我没看不到，不知道在哪里哦。有他往左边跑了，先走吧。对啊，我先拉管大的。我感觉我有那个，就是稍显。